这是金泰，这是金泰龙悦海景大酒店。一进门，这是吧台，这是大厅，设置不错，大厅的设置真的不错，很漂亮。这是大厅里头的景色，这是都是，这是上面二楼的大厅，真的挺漂亮的，这里头布置的挺好。这是温泉，室外的温泉泡池，这都是室外的泡池，一个一个的室外泡池，真的还挺不错的，挺好看。这是室内的游泳馆，这是室外的景，这是门前，就是酒店门前，这是沙滩那边，这是那个酒店的别墅区，这边都是些小别墅，一个一个的单间别墅设置的挺不错的，挺好看。这是晚上门口的秋千，这就是回酒店了。晚上嘛，我们很晚了回酒店，这个酒店这条路回酒店了，老远看这个酒店的灯光真的很不错的，这是酒店的正那个面对大海这边的门，酒店大门，看看真的很漂亮吧，漂亮吧。这个今天金泰龙悦大酒店整个的设计都是很不错的。